Hello，你好，我是刘奶爸。这一节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去购买课程，然后观看课程的流程。进到首页之后啊，底下有几个课程，你想要购买的话呢，我们以这个来做示范。99块，网络行销超入门。然后点击，不管你点这个图或者是点这个看更多，通通都可以哈。点进去之后呢，就会进到这个课程里面。那因为我们还没有登录阶段，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到这里有显示尚未报名课程，然后这边有售价。然后这边有购买本课程，那底下这个课程内容呢，就是把这个课程的标题秀出来哈。像这边有一个免费试看章节，那这个蓝色的免费试看章节呢，在还没有登录状态下就可以点开。好，我们把它点开看一下。你好，我是刘奶爸。左边就会是每一个课程的标题跟内容在这里，然后右边呢就是这个课程的影片在这边。那课程这个影片的下方要写什么字或插入什么图片呢？都可以，就好像一般部落格的编辑方式一样哦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看完之后，如果想要回到首页去，你可以直接按这一个 logo 就可以回到首页去了。好，那如果是还没有购买的话呢，你只能够点进去的时候，只能看刚刚的这些哦，免费试看章节。那其他的章节呢，它就会显示你尚未登录或者是尚未购买此课程哦。好，那怎么去做购买？这边有个购买本课程，点击购买本课程的时候会跳到购物车里面，然后呢就按加入购物车就可以了。好，当你按加入购物车之后呢，它会跳到购物车的这个列表来。那如果你加入错误了，你这边直接打叉叉就会取消。如果你有优惠券呢，就把优惠券输入进去。输入完毕之后呢，就按使用折价券，把它按一下使用折价券，价格呢就会变成0元。好，变零元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直接前往结账喽。好，这时候呢，去填写一下你的名字，还有相关资料，然后最重要的是呢，email 就是你的登录账号，然后这边建立你账号的密码。所以呢，当你购买完毕之后啊，您就已经自动帮您产生了一个账号，还有您这个密码，等于是直接注册完毕了。好，最后呢，这边要记得按下勾选，我已经阅读同意，然后按下单购买。好，然后它就出现结账完毕，谢谢，我们已经收到你的订单，总金额零。好，这表示已经购买完毕咯。那接下来做一个动作，就是你已经登录了，所以你直接按上面的这个登录课程看一下。OK，登录课程之后呢，就会显示你已经购买了一个课程，叫做网络行销超入门。这时候呢，把它点击进去网络行销超入门。好，就会进到刚刚的这个课程页面咯。像这边直接把它点开，好，就可以观看你的课程咯。好，这一节呢，我们来快速的观看课程完毕后呢，你可以点击这个标记完成。或者是你不要理它，看到最后它会自动标记完整，然后自动跳到下一个章节去。好，以上呢就是购买课程之后呢，观看课程的方法。